一艘英國的核子潛水艇去了訪問美國之後，搞到艇上面35個水手加上他們的 executive officer 都惹了新冠病毒。哇，喂，潛水艇來的，是攜帶核武器的，而呢包括他們的 executive officer，这个 executive officer 揸住咗核攻击密码噶，可以咁样发生，可以睇到咧呢个潜艇上面嗰个啊对水手们嘅管治啦嘅疏忽，已经有明文规定，因为美国疫情严重，唔准上岸玩，唔可以离开基地，结果走晒出去。惹到35人，仲包括埋佢哋嘅 executive officer。大家可以想象到咁嘅核潜艇喺水度咁样走嚟走去，几危险。呢个系一个核嘅打击力量嚟嘅，携带住八个核子弹头。有咩事时，佢哋可以发射八个核子弹头，最少摧毁八个大城市噶，喺一个咁重要嘅军事机密嘅潜艇上面，可以有35个人因为靠岸有明文规定唔准走出嚟玩嘅情况之下，照样惹到病毒翻嚟。我唔知道英国海军到底而家疏懒成点样样，呢个系唔可以接受的。希望啊，英国人自己反省一下，你哋嗰个日不落帝国，太阳已经变成日落帝国了。